现在已经到机场了。今天早上机场还挺忙碌的，就让他们6点多就已经坐飞机走了。他们到的时候说安检排了1个小时，所以我们走的时候就提前了一点。不过安检还挺快的，大概半个小时好像我们就进来了。然后 check in 了一个行李，还有一个随身带的小包包。现在是8点多吧，我们9点的飞机，去三藩的话要5个小时。我下了好多小说在手机里面，希望手机的电量能挺到那个时候。我上一次在圣诞节前后旅行已经是2019年了，2019年回国的时候，2021年本来准备回国过年的，然后因为疫情嘛，就再没有飞过了。啊，又一次在圣诞节期间旅行，我觉得还挺幸运的，因为每次圣诞节的时候机场都特别忙，很容易赶上航班就延误啊，或者被取消啊。不过这次好像都没有。我们马上要登机啦，已经 Group 5，我们是 Group 6。搞笑灯灯，你好像那个猪，搞笑灯灯。我们登机啦！我是32D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三藩的机场了，我刚才已经取到了我的行李，我们现在在等渣渣他们，因为他们是坐另外一个航班来的，大概比我们晚半个小时，他们已经落地了，所以我们在取行李的地方跟他们会合。我们现在两个都已经饿死了，因为我们早上6点就去赶飞机了，然后一共要坐5个小时的飞机，现在等于说是已经是下午3点了，我们还没有吃午饭。我们刚才从登机口走到这个取行李的地方的时候，觉得三藩的机场好高级哦，有那种专门给小朋友设计的可以玩的地方，然后还有各种餐厅，果然是大城市。我们现在还没有出去，所以还没有感受到真正的加州温度，但是外面有穿短袖也有穿长袖的，所以搞得我现在不知道外面到底多少度。现在美国的国内航班还要求全程都要戴口罩，所以我觉得待5个小时还是挺闷的，不过吃饭的时候可以拿下来。这个，尤其是这种口罩，不要戴，鼻梁要断了。我觉得戴普通口罩的话，我这个地方勒得也挺疼的。其实，一切都是为了安全考虑。大家看一看，跟随我南征北战的箱子。哎，路飞。对。去找我们的小伙伴。刚刚发现我们在 Terminal 1，他们在 Terminal 3，而且 Terminal 1的 Air Tray 还关了，我们得一路这样走过去，然后再一路坐小火车去租车的地方。OK， 我们走吧。Show me where the ending goes. Honest, honestly don't. 你们猜我们现在在哪？我们又回到了 Terminal 1。我们坐反了，所以现在又把我们载回 Terminal 1。这个应该是往2和3走的。Honestly don't. I should be the last.还在租车的地方，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，就已经
慢慢的挪动了一点点，但是看这个样子还要再等半个小时，好慢哦，坐车的人好多，而且他们的速度好慢。自己开车嘛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坐 Uber 了，现在的 Uber 服务都这么好的吗？有水，然后还有充电线，还有消毒液，高级。偶遇了仙芋仙，既然遇到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不是唐氏的碗，哎呀，多余在吗？耶，我的红豆汤，希望味道在线。早上，后来昨天因为下雨就没有跟大家视频了。我们昨天下午到三藩机场以后骑到车，我们就直接回了酒店。我和渣渣下午去见了两个很久没有见的朋友，他们推荐机场附近有一家火锅店叫做留一手，听说在北京非常有名，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吃过，然后我们就去了那个火锅店的，我只能说餐具非常 fancy。 我们点了鸳鸯锅，就是一个辣锅加上一个番茄锅，味道我觉得比较普通，但是它的餐具真的非常 fancy。 它中间是一个鸳鸯锅，然后旁边会有一圈木的盘子，上面码了很多肉，感觉在村里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样的火锅了。晚饭以后呢，我朋友说附近有一个圣诞小镇，也不能算是圣诞小镇，就是附近有一个 neighborhood， 他们都把自己家门口装饰的很有圣诞的气氛，应该是那种自愿自发的，然后就很有名，上了热搜。他就说要不要去看一下，我们就坐车跟他们一起去了。很可惜因为下雨我们没有能下去走一走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小区的人真的非常用心，就是看见每一家都是不一样的，而且就是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主题嘛，他们在门口会放一些装饰啊，灯啊，还能看到他们家里面放的圣诞树。有一家人家的圣诞树，应该说他们家是我的 number one， 他们家的圣诞树就是真的非常高大，而且里面都是那种白色的雪花。之前跟大家说过我对白色的圣诞树有一种莫名的情怀，看到那个圣诞树真的是太喜欢了。今天我们的行程可能就是在三藩市内逛一逛，然后买一点吃的。下午我们就要开车去优胜美地附近的小木屋，今天我们应该不会进去，明天才会。然后今天早上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说优胜美地从今天开始下大雪，所以希望路不会特别难开。而且我在网上查到说，好像去优胜美地如果下大雪的话还要装雪链，
所以昨天问了我朋友，他们说如果需要的话，去的路上会有那种加油站，他们会卖雪链，也会有人会帮你装，所以希望比我们想象中要简单一点，因为我们也从来没有开过雪地，也从来没有装过雪链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我们在刘一手火锅旁边等我们朋友的时候，他推荐了一个日本超市，然后我买到了这个黑糖美酒。之前我在紫石当归的视频里经常看到他喝这个酒，然后我们这边没有卖，昨天刚好在日本超市里面看到，我就买了一罐，我们去优胜美地的时候可以跟大家一起喝，看起来好好喝。而且我朋友说这个牌子是一个很有名的日本酒的牌子，它正常的包装应该是个绿色的瓶子，这个黑糖美酒算是一个特别版本吧，估计。开心。外面的天还是黑的，现在是早上6:30，昨天晚上下了一个晚上的雨，今天感觉还在下。对面的公司好像已经有人开始上班了，加州人也很辛苦啊。翔哥在刷手机。刷什么？刷得这么认真。一波二，热搜。我们现在出门啦，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感觉下大雨，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去市中心走一走，毕竟我们在三藩就待一天嘛，如果不去那些景点逛一逛，感觉有点可惜。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天气，乌云密布，大雨滂沱。辛苦渣渣开车。贼紧张，第一天开加油的路感觉如何？三哥已经躺下，我们要上金门大桥啦。Hello 大家，我们现在到金门大桥啦，刚才本来想停在三藩那一边的，但是渣开过了，所以我们就一路从大桥上开过来，现在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Village Point， 也挺漂亮的。我上次来金门大桥还是好几年之前了，兴奋。今天虽然有一点雾雾的，但是觉得在雾里的大桥也挺好看的，而且它是红色的，就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。有一个很可爱的 biscuit 的店，这个饼干一直在飞机上能吃到，然后我们就去逛了。喝这个一方水果茶，第一次喝，听说也是非常有名的。我点了一个爱玉水果茶，还点了一个乌龙茶，加上奶盖。大杯。小杯，啊，热的。热的只有大的。好好，没关系，大杯。要多少糖？半糖，一共6.9。Thank you, thank you. 谢谢，拜拜。Thank you. 好
Hello 大家，我们现在到我们要去优胜美地住的小木屋了。我们这次没有住在优胜美地里面，我们住在大约离优胜美地一个小时的地方。但是这个小木屋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太多了，来给大家做一个 room tour。这个是刚进门有一个大拉门，然后是客厅，一个巨大无比的沙发，然后再往这里走是餐厅，餐桌感觉也是可以坐很多人，然后这里是厨房。我这个 Airbnb 比我想象的要好太多了，然后厨房里面还有咖啡机，还有两种不同的咖啡机。最高级的是这里有四个洗衣机、烘干机，就是两组，可以同时洗。那这个是卧室区，这里有一间卧室，这是第二间房间，然后里面还有一间第三间，然后对面还有一间房间。最神奇的是他们把车库改造成了 game room， 哇，就是这个车库改造成了台球，还有乒乓球房，超高级。